有些人有时候碰到我的时候就，他怎么这么像小孩？哎，哇，就是说很喜形于色的那样的。他说忘形多开心的，我想天天忘形。对呀，我就是容易忘形的，得意忘形的。嗯，那么得意忘形也不是什么缺点吧？啊，但是我自己就原谅自己哈。我说自我原谅很重要。挺好啊，我就是喜欢我自己这样，这个是我的本性中间有。嗯，我自小我打小就不喜欢随人。嗯，你不随人，后来我看到有一个画家把不随人放得很大。嗯，我就是觉得哦，不随人原来不是不好的。嗯，这个院子好舒服，你在这住多久了？22年了。22年啊，从他来的时候我就退休。嗯，那些藤都是我在的。嗯啊，是吗？嗯，但是人家看到我他就很奇怪。嗯，对了，这老头这老太在干嘛？就我擦完了他就把它扯掉了。你看他往上撞啊，撞到那个位置了，又掉下来。你看有一个痕迹，看到没有？嗯，到那了，全部垮。哇，很聪明啊。嗯，他就把大楼给裹起来。嗯，像很多老百姓，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就学他们就好。嗯，生生不息的到处蔓延。就是愣。你看上，你看往上看，看到都是绿色的生命力，其实下面都是枯黄的藤。对，对，它下面都是这个样子。嗯嗯，哇，它总能找到一点依托，你看。嗯，它找的这个树，这个结构，它还是很厉害的。你说这些树吧啊，这树当年栽的时候就有些不合适的，那些树都死了，死了怎么办呢？就把它锯掉了，整个锯掉了。啊，锯掉的，这是。但是我就带你去看锯掉了的树。锯断的，锯断的，哎，然后它全包，慢慢的花了老长的时间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才把它包成这个样子，全部伤痕包起来，哇，看上去完全是直了，你看不出那一颗，我手指头前面那颗，那颗也是完全是直的，你看它有一个痕迹，它是不是锯掉重新长的吗？对，它就是这样，妈，我记录了，哇，我的笔记本里面，我要看这个，太惊人了，这个，对，哇，这么直。是这里断的，不是，还没这么多呢。这儿，哎，的，对，哦，这里断的，哎，哇，然后呢？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当年那些老太坐在这里的时候还年轻，老太们就把这个地方锯断的地方放杯子，放保温杯，保温杯，在这儿喝茶，就在那休闲着呢。嗯，我心里还蛮伤心的呢。嗯，我是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嗯，你根本不知道想什么，那事情都藏在心里面去了。嗯，是看不出这些伤口的痕迹好，还是看得出好？看得出，对他人来说会很伤感，树也不乐意。嗯，树的本能就是把自己长直。我跟他，我摸摸他，我就有力气。嗯，拥抱一下他，我又有力气。我也抱一下，赶紧就有力气。他真的有力气，真的有力气。你们都轮流抱一下吧，有力气到时候。他能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我好佩服，佩服。他这太就是尼采那种，未摧毁的都使我更强大，是吗？哇，这么直，嗯，那么直。最和谐的是儿童，他没有分别心。嗯，但是成人要花很大一辈子的功夫还做不到没有分别心。但儿童世界也挺复杂的吧，他们也有各种嫉妒啊什么。对呀，愤怒啊，暴力啊，也挺多的吧。我把他理解成单纯，他自己的对性别都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那是混沌的，混沌的，混沌不是一种美吗？我不求向你征求意见，求教我。我说混沌之美，但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文化人之就只能如此，去掉多少是多少，不可能还原成儿童。嗯，我不可能混沌，没有。但是我还得画，还包容这个世界的各种。嗯，你让大家就是又有觉得还有指望。我不知道，我就希望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就像你来，我就觉得有指望。你还得关心我。我们来找您找指望的。你来了，我就是觉得有指望。有人还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有人，我多少年
都没人跟我像你这样的、嗯、这么远跑来为了跟我谈这么多话、嗯、我终于懂得古人为什么说有那种境界，说那样的秉烛夜谈我们不许秉烛。调到少儿社来的时候，你一个组织就说蔡高，像蔡高这样的画我们也能画，这些插图叫做插图吗？嗯，像小孩子画的东西他就不知道小孩子画的是最好的，嗯，他也不知道一个成人如果能够画成儿童那样，嗯，那是很难的，不能的，就同时就但您觉得，嗯，您最希望比如图画书给小孩子看，就你觉得小孩子什么品质最应该培养呢？我还是说你就是小孩子不认识字，他哪里知道这么多风格、啊、嗯，他一定是艺术的，首先嗯，艺术的他有感染力、嗯、你看这多好哇，真是你说是豪华吧、嗯、对吧，这都很豪华，这个呢，这些呢是可进入了课文的，嗯，日本人把教育成功归功于图画书，嗯，就是在图画课堂里用图画书就做了教材，嗯，艺术家表现出来的话是这样的、嗯、写天又有设计，又完全不是写真，对，它不一样，跟看卡通不一样、嗯、跟咱们这些书哪能一样、嗯、这哪能一样、嗯、这是我拿出来批评自己的、嗯、对不对，嗯，我们觉得小孩就会喜欢这样的啥、嗯、这是啥，你这个都是一样的娃娃脸，一个红颜色绿颜色，然后对颜色也低估他们、嗯、你得给最好的颜色给他们看、嗯、你如果看过了这样的绘本你会看这个吗、嗯、你不用说话呀，一句话也不说，这两本绘本谁好，嗯，这就是审美趣味就慢慢的就会提高吧，就是调动你的感觉你去看它，嗯，你像我的那个小孙子看那个日本的编的书，他没有主人翁的全身、嗯、就是一双脚丫子，嗯，脚丫子在外面走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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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到有一窝水、嗯、他弹过去吧唧吧唧吧唧继续走、嗯，他的画面就都在脚以下子，嗯，是压低，嗯，你是不是儿童的观念，嗯，那么我的孙子看到这个镜头他根本就他老是要看这一本，嗯，他老是要我找出来，嗯嗯，他不会说话，我就打开看、嗯、他马上他的脚丫子就直接踩到我书上，他碰水淌水，那么简单的书你说又奢侈吧，嗯，又简单又奢侈，我觉得这个好，嗯，但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的认识就是、嗯、这种东西一定要是学习的书，我就希望家长能把自己艺术起来，嗯，胃口好起来，爱孩子的往生里爱，嗯，您说的也太对了，其实内在的是其实我们没有爱的能力的，你对爱很简单化，对，你的爱是小孩子要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私教最高境界是无教而教，嗯，就是说你在做他在跟在日常中间就交付清楚了生活智慧的东西在里面、嗯、几千年来的文明就是这样流动的。那家里您最喜欢的部分哪里啊？我喜欢我的阳台，阳台，然后我每天看到它花开、嗯、情绪很好，嗯，我不比好的动人春色不许多，嗯嗯，我开心，我为了你开心、嗯、而且常有奇遇，嗯，你想要的东西它突然跳出来了。您最近的奇遇是什么？我啊，嗯，我不能说吧，不能说，我说出来了我怕它跑了真的很好啊，真的啊，哎，偷偷说、啊、偷偷说不让你听到，不要看到录音我一朵朵云在我窗口，就在那个窗口，嗯，就在那个窗口，我说哎呀这一朵朵云多好看啊，嗯，我说可不可以试试它是个什么味道，嗯，我就把脚从窗口伸出去，嗯，我发现它很结实，嗯，它踩了踩它是吗？对，我就出去了，嗯，我的脚的脚心就有一个托，嗯，一块一朵朵的云可以在云上踩，哦，你说这个梦，嗯，愉快得很，愉快得很，哇，他那个梦再也没有了，再也就梦了那一次，哇，这什么感觉，还飞翔的感觉，你就有吗？没有梦，我梦有飞，就飞飞呀，哎呀飞，那什么感觉啊，太棒了，嗯，你就是你飞，你现在迷惑
哎呀，这下面是悬崖，嗯，这下去险得了不？这身体都不由你，他就这样虎像飞机的，超人的，你这个是？你下面好像就是旷野，嗯，他就是我画的那个小孩，你看我为什么画人是这样飞，嗯啊、他就没有翅膀，不要借助什么东西，嗯、他就飞。嗯，还有走迷宫呢。哦，还啊，迷宫很可怕。我还要告诉你，走迷宫就最苦。你说我的迷宫多苦？我一个晚上梦到天亮，我累死了。就是说，我的迷宫不是那种规范的理性图纸里面的迷宫，嗯，完全是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不断的指向走出这个房子。嗯，内心的困境有困境。困境啊，只是一个念头。嗯，坚持我要看，我要看到田野，我要看到天空。我要看到亮光，我要出去、嗯、我不要在房子里，嗯，但是永远不断的房子，嗯，必须比比有，嗯，上第一师范，什么对学校最初是进去什么印象啊？哎，高兴啊！嗯，第一师范很朴素，嗯，它是医院改成的学校，嗯，他就是想给社会疗伤的。嗯、第一师范重文学，嗯，这是最重我的印，绿树成荫、嗯，我特别喜欢那个槐花飘香，嗯。一园都是香的，嗯嗯，第一师范也算是个风口了。是啊，是啊。我们班上因为有几个出身不好，嗯、就起班名的时候就是夏明翰班呐、啊。嗯，最初学习的就是夏明翰怎么参加革命的，他是把自己的家的那个桂花树砍掉，嗯，断了他的念想，嗯，断了全家的根，嗯，去闹革命这么彻底、嗯。我真的一段时间批判自己，嗯、我批判我自己专业思想不巩固，嗯。我承认博学是罪过，我觉得是的。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我是这么想的。嗯，我所以我现在不爱卖画，觉得谈卖画我就心里着急。我不想在这些地方，我喜欢单纯纯粹。哇，那你说一个少年人那样的自我否定，否定家庭，那真是很痛苦一件事情。痛苦，痛苦。像克洛菲兹把那个孩子献出去，本质上没有区别啊。嗯，嗯，他自己能主动吃苦。那是境界，嗯，他主动从苦涩里面也品出甜味来，那是高境界。嗯、那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呢？不是欺骗，他真的甜，嗯，回甘，嗯，而且对身体特别好，嗯，但苦也是真实的呀，真实的，嗯，它是一种对比颜色，嗯，波斯文库里面的俄莫加亚摩，嗯，我不知道他，嗯，他多潇洒，我喜欢他那一句，嗯嗯、就是什么树荫下一卷诗章，一瓶美酒，大概是、嗯、有你伴我欢歌、嗯，荒原都是天堂。哇，真是，您就是深受这种浪漫主义影响。我是浪漫主义理想，我是理想主义影响特深。嗯，然后我看现实，嗯、我就把它诗化了。嗯，而且中国文化里面最好的就是让你感觉到微妙之处。嗯。用钱穆的话来说吧，嗯，他说没本无心，漫天风雪得没心，嗯，没本无心，嗯，但以没心做人心，嗯，他说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最幽深的部分，嗯，我喜欢这句话。刚才您说中国人那么讲究敏感，然后那种，细腻的东西，但是你在长沙那个第一师范的时候，那个时光又是一个反对所有这些东西的时代，就是我脊梁上面刻着一个罪，嗯，我怎么办？我还是自己把自己给解放了吧。我的艺术不为别的，是住嘛，捞一根稻草也住，也是这么回事的了哦。嗯，我为什么要做花木兰？我喜欢诗歌，嗯，好像紫月路一样的，你不要在乎这个手指头。你要看手指头指到的那个月亮，嗯，你要看到北朝民歌，这才是我的初衷，嗯，我的起点还是高了一点点，所以没人理会，嗯、没人理会这一层，嗯、唧唧复唧最，这是最后是、嗯、这是最开始，
无限的留恋。嗯，他的织布机，他多可爱。嗯，多可爱的女孩子。能打仗吗？你们都觉得这个不能打仗，一定要把花木兰画成是武将一样的形态。我不要，我要她可漂亮，她是善良的、美丽的。嗯，就画内心了。嗯，是不是画到这儿就画到你小时候了？木兰无长兄。是的，画出自己的感觉是吧？对，他就是义无反顾。嗯，形式让弄人啊，他这样子的。你花木兰，你不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他会成为花木兰吗？嗯，对，您人生不也是抛到那个地方去？对，他被抛到战争的风口浪尖了。嗯，人的骨气在什么地方？嗯，他刺伞千百强，木兰不用上树篮。你误解了我，你讲钱给我的时候，我不会对这些荣华和富贵，嗯，为五斗米折腰啊，我说不会对权力贵，贵，我就是这个样的腰杆挺直的，所以我让他回故乡，我让他跪下了，我让他在老母亲前面一跪，这么的乡亲爱他，连瞎子，这是个瞎子，你要仔细看，他女儿牵着他，他哭瞎了他的丈夫，他儿子长成了没看到，嗯，刚看不到什么中年人像他这样的花木兰的同龄人。战争的创伤很大，对，没但是我不说了，都没看不见了，都被桃花和美景，看着这个水景，饮水思源，一下子就温暖了，就转化了，就变成桃花又开了，嗯，梅开二度，桃花也开二度。他挺像小说那个武侠小说里的人的感觉，就是突然很开心，然后那种。或者你飘走了，又突然飘回来了，然后躲在自己的小岛上面，种种这个，种种那个，然后画画画，然后练一身绝世武功，然后顺便给别人治治病。那些江湖人士来这儿疗伤，他给他熬一碗忘忧水。你不觉得他挺像这种吗？这个好，忘忧水。流就是肿瘤的瘤了。我一直，根瘤。对。这和黄桃种在一起。黄桃，枇杷，柚子，枇杷子，柚子，还有枣子。好的，小鸡啊。贾谊是这个家里比较重要的人物。贾谊是个男孩子，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小孩子，他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妹妹。贾谊的爸爸在这里，他们在劳作，我呢就画劳作。哇，真好。哎，这又是贾谊讲的故事了。啊，他讲。他送给我的书，我为了跟他对话，我把他的这本书细细的看。然后做笔记，再跟他去谈话去。他谈话的时候要他爸爸妈妈站开，不要空出空间来。他只跟我对话，那个时候要。真有意思，为什么飞行能力差的乌鸦会思考？对，哎呀，这些我好有意思，特别喜欢看。哎呀，这个故事让我感动。一个哲学家和一个人，另外一个乌鸦互换身份，结果大家发现，当对方真不好，真难的。真难哦，真难。最后面他们还得找巫婆，还得回来，还得找自我，还得变自我。我觉得多好的故事啊，跟读了这个故事才可以跟贾谊对话。你说好厉害，小朋友。我要返童，我要跟孩子要坐到地上，真还不容易，怎么回事？小刘，你看到这画什么感觉啊？当时没给他看过，我们的谈话内容，他把爸爸妈妈请出去了。对，但是呢，现在不要保密了，我估计不要保密。这种小孩子不止贾谊一个人。你得给我留一点，搞个什么纪念品吧。
啊，弟弟妹妹，你画我这不反对了，要画我夏天干活，不是我画的，嗯，我画，哎，对，我不会画，你就像佳一那么画，你随便选一刻，你随便画，哇，我完全不会画，你完全不会画就好，就不要会画。我都不会弄，行，这我画的，这书太难看了。来，你给我解释看看。对，我来是做上美术课，啊、你说吧。好，我就看我这什么风格，什么特点？您说说，给我看。好，我试着说啊，嗯、我瞧一瞧。我很自卑的，那蔡老师，我一个是对音乐，一个对美术特别自卑。我唱歌走调，然后这个画画很差。哎呦，你不解释。我、不解释，您说吧。嗯、我说你挺好啊，人直爽。是吗？痛快啊！你很有大局。我膨胀了，我膨胀，我把袖子撸起来一点啊！你说吧，你的搂，撸起来，你搂得动，你都有这种力气。刚去学校当老师什么感觉？刚去学校当老师，对，到山区了是吧？是山区是吧？对。是教什么？当时去了时候？我是教四年级的语文课，语文、教语文孩子，你对我最好。嗯，怎么是好法？那么淘气的男孩都给你戴红薯，嗯，一摞一摞的很漂亮，就放在你的门口，挂在你的门口，好温柔的你都不知道是谁送的、那一圈儿，女孩就给我折那个乌泡，还有桑葚，嗯，你对这种孩子你不能不好，嗯，后来画桃花源的时候会。我其实那些学生，我就会想起他那么慈悲，送这么多礼物给我，小花园的人呐、种子都送出去，嗯，我是心意，都是往我乡下。后来，1979年有个孩子，当时最调皮、最捣蛋、最拧巴的那个孩子来看我，他感动，就讲我去他家家访，知道他家的情况。他说我现在去当兵了，蔡老师，我不知道我回不回得来，我不知道。嗯，蔡老师，我这是来看你。你小时候为我操的有心，你小时候我操最操心的。嗯，以后我希望他能回来，一直没有来了。嗯，说不定真的是牺牲了，没有人，他要不他会回来看我的。嗯，好，可惜我这个人没去看那所学校，就是不回头。是不是也是很多不愉快的记忆的？嗯，我进去的第一次就错了。学校有个老师是个英文老师，英语老师，她怀孕已经快生孩子了，她饿，晚上加餐怎么办？没菜，就到菜地里去拔两根葱，拿个把小白菜什么回家去煮煮面条，这个事。那我出来咋到我不会那么复杂，我就事论事，我不看人的，我说。那个陈老师这么大年，这个怀孩子啊、就是他不说去拔葱，拔两根葱，拔点菜算什么？我们送都要送给他，为什么不能吃？这我想的太简单了，那里面的故事很多，但是我都把它变成都过滤掉了，好东西留下来了，坏的只是好像我画画一样，那就是一块对比的颜色，在画家的眼里没有脏颜色，没有这种颜色。它没有桃花那么明亮，我没有桃花源，我桃花源是逼出来的桃花源。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太持久的对立去较力，也许那肯过瘾，这种刀光剑影之下的那种升华生命的精神，就为了一个好死，血色美，我受不了。这因为您成长过程中其实有太多真的血色了。我怕血，我不可能上战场。我打不了那一枪，面对一个仇敌，我觉得他是也是农民，他也是人家的儿子，我这一枪打过去，那我腿发软，我审美救了我的，我看到绿颜色我一天就舒服了，我看到太阳出生，看到朝霞我就好了，我看到农民他们朴素到头，比方说讲认识的时候什么亲什么亲啊，他说什么亲我都不如我婆婆亲，我老婆子就是跟我热我的脚，捂着我的脚睡觉，他说有这个亲吗？他问你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这个老头已经80多岁了，花白的头，头发的雪白的一个老爷子，很慈祥。他就说谁都不怪他，连公司社员呐、队长啊，什么都不怪他，没事儿。他就是讲的是实话。所以老人又回到小孩子了。他回到小孩，他百无忌，他百无禁忌。我说民间的他就是这种可爱。桃花源他也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桃花源嘛，里面可以说的事情蛮多的。就喜欢这种木嘛，一直到现在我还花。你木头久了都冷灰，各种各样的灰，漂亮极了。我就它有岁月的感觉。您看您多矛盾，不喜欢回忆过去，但是要有充满岁月的感觉。不要去修补。它这个水、要浇这么多才行啊，它因为它的根很深啊。它如果说表面的话，可能它就，你的太阳一晒，上午就没了啊。这个树看起来死了，实际上是活的。为什么呢？下面还有那个茎，对对对，是吧？但是实际上面已经完全干枯了，你看，它会再活过来是吧？再会活过来。你看，这就是它了。要挖下面挖，要再往下是吧？会断了，哎，糟了，好，完了。没有完，还可以。一抽抽下去，哇，这么多蚂蚁啊！是啊，没事。蚂蚁嘛，它下面有虫，有可能。下来了，实在忍不住了。太差了，干活是不干的。干活不对啊，这边来。这也出来了吗？哦，对对对对。哦，出来了就。对。哦，这样子的。小的一个，再挖这个，再挖重啊。这下出来了，这个好，两个，到时候挖了，这不错，哎，给孩子挖，还是一点点，太长了，是他长得不好，他应该长短一点，这不赖我，是吧？不赖我，行，行，好，行，挖。我觉得当有一种受困感的时候，就我们做，包括做六级的心理也会有受困感，可能在一个岔路口。包括你意识到你的感受力开始迟钝，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突然某种新的未知的维度的出现。可能我是个这么注重观念的人，突然生活的细节和经验第一次感觉到判断树是原来曾经被砍倒过，它自己可以继续这么生长出来，观察这个一棵树的成长，然后观察这个浇多少水才可以足够，然后就去这个挥下锄头，怎么不伤害那根茎，同时把那个挖出来。今天其实我画的插画我挺意外的，就是让我画几笔，我不会画画，哎呦从来不画画。但是我画完那几笔之后，我就很想继续画一画。就它就像那个词语引发词语，感受激发感受，行为激发行为。但是我再怎么传达，我也不会成为好的锄头手，我也不会成为好的画家。但它会激发你原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使我们从对眼前的那种困顿或者迷惑之中摆脱出来，而且它们变得很具体，因为一笔画下去就是很具体的，一个锄头下去就很具体的，越具体的事物越可能
帮助你，这是我最近的感觉。